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1集的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 SDCC 限定的友情破裂套装当中的 Megatron。 这个 Megatron 呢，是拿了先前有一个进化套装里头的矿工米卡登下来改个颜色啊，模具本身并没有修改，就变成了角斗士状态的 Megatron。那其实 SDCC 的这款友情破裂套装推出的时间在台湾大概是8月下旬，我记得是台湾的 FF43 的会场上他做首卖会，然后起源电影的话呢，大概是9月11或12号左右上映，大概前后差了大概3个礼拜的时间。那在起源电影里头呢，其实他省略掉了 Megatron 从矿工到Megatron 的中间其实是还有一个角斗士状态的。当然变形金刚宇宙里头呢， Megatron 跟Optimus Prime 的过去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设定啊，像在 G1 里头就根本也就没有所谓的角斗士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在 IDW 这个漫画系列里头，因为他用了非常非常漫长的篇幅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成长，所以说在很多变形金刚的迷友当中呢，矿工阶段的 Megatron 呢是不能够跳过的一个环节了啊。只是在起源电影里头呢，这个篇幅有限，更加有限的电影时段里头呢，就把这个部分直接把它给 pass 过去了。首先呢，他身上由于是矿工那个模具过来的，所以他身上呢原本就是什么电钻呐、啊，还有这个 T 字镐之类的东西呢，全部都还是有保留下来的。那多附加了一个这个锤子。这个锤子的话呢，啊，因为玩具的主人中华影月的话呢，我发现他就是因为他都会给玩具做一些补色，啊，所以说可能跟大家看到的你的玩具收藏可能会不太一样。锤子的部分呢，是这个百变雄狮里头的萨尔摩身上的武器，这是致敬到 IDW 漫画里头，在角斗场决斗的时候呢 ，Megatron 呢杀死的萨尔摩。萨尔摩，台湾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以前你如果看过华视播放的话，他翻译叫做红魔王。那所以说这个锤子的话呢，等于是拿了敌人的武器把敌人给干掉。这个有没有这个战神里头那个奎托斯有时候会把敌人手上的兵器抢过来然后插回敌人身上那种感觉啊，感觉就很凶狠，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一把像是散发着能量的一把大剑，这个能量大剑就是属于这个 Megatron 自己的一个武器。那握持的话呢，当然都是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其他的这些小配件啊，有的没有的，就身上因为它孔洞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有这个 T 字镐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啦啊，就是所以说，身上的安插这些东西的话呢，会比较的，就比较拥挤一点，特别是这个锤子呢跟这个武器呢身上没有 5mm 的洞可以做一个安插，它身上只有这种直的这个凸，变成说你只能扣在这个肩膀的这个侧边啊，这个是感觉就是比较蠢一点，所以被迫的话呢，你这个武器呢你也只能够啊强迫它拿在自己的手上了啊，算是这个模具上的一个就反正因为这个模具一开始可能也没有设定会用到这个东西吧，反正矿工部分就改过来的。那作为一款已经重涂很多次的玩具来讲，它的消耗的话，其实磨耗其实有点明显的。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这个大腿的这个摆折外摆内收的部分呢，已经感觉比较偏松了啊。其他的话呢，感觉还好啊，但是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一条腿啊，因为我们掰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碰到，甚至有时候你这样一摇一晃啊，都感觉它不是很稳定啊。这个老模具的反复使用的话呢，在这个产品身上的话呢，是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消耗的状况。那由于这个玩具我们也已经给大家做过很多次的分享了啦，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就人性也就不讨论太多了，把这个变形的过程呢给做一个讲解吧。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呢，把头挑起来之后的话呢，两侧的这个履带的部分呢把它给翻折出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往内折进来，它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两侧都有的，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到时候就是把它给推到上方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推上来，在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上推。那这个时候呢，腰部的话呢，先旋转180度。好，接下来我们就变形腿部了。腿部的变形是很妙的，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腿给打开侧边，这里有一个关节放下来，然后这里一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下折，折下来之后的话呢，先往外面推一点，这块推进来之后呢，里头有一个缝，然后呢跟侧边的这个凸就扣在一起，斜肩扣在一块就行了啊。这个脚部的变形是非常有设计感的，非常的妙啊。这个地方放进去，但是妙归妙啊，你这个模具重涂的也太多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斜肩给放好，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两只胳膊的话呢给往中间合起来，拳头的话呢给收进去。那最后的话呢，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是将它的这个部分，钉子镐的这个部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扣进去这里，没扣稳了是吧，这里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好，到这边，那在这个状态下，好，在这个状态下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决定它的武器你要安插哪一个东西。你比方说这个电钻，这样扣上去，它就是一个有着电钻头的一个坦克。那我们先提一下好了，它这个坦克呢，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跟它的一个胸口这个符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勉强说，不是勉强，就是说啊，你就是个假胸啊，也可以啦，因为就是反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在意啊。那其他的一些配件的话，你都可以做一个组合，你也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再扣上这个啊，就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超大型的连弩发射器嘛，对吧？那也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个造型，就这样子变成是一个锤子，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开动的时候，就是可以这个这样子去扫荡敌人的感觉，哈，感觉还蛮可爱的啊。那当然我觉得呢，其实最帅气的应该是这一次附带的这个大剑，把它扣上去。 OK， 有没有一种发射一个超级能量炮的感觉啊？哦，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已经被使用过很多次的这个 Megatron 的一个模具了啊，角斗士状态下的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密卡灯。那下一期的话就给大家分享另外一款比较受到好评的 Orion Pax。 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